是不是小雨的颜色不一样啊？嗯，雷声，你名字你名字颜色，他已经加入队伍了吗？哦，小雨你不同哎、欸，对吗？是我踩到那个门是不是？应该是你不一样哎、欸，小雨，死掉啦！哎，作者死掉在屋顶上啊！死啊！一起死，一起死。一起死，不孤单了，一起。今天要来玩这个《亡命奔逃二》。嗯，好。据说二零零有帮忙协力制作这张地图。哎呦，他刚刚一直跟我们炫耀啊，他做这张地图，他做了超多东西啊。哇哦，一定不得了啊！就。半张地图都丢了，四个方块左右，十个方块，三个方块吗？三个方块都是指令方块，然后里面有一堆的指令，有没有？哇哇塞！因为地图原本都没有，三个指令方块就完成了，就是靠那三个指令方块喽。太猛了，太猛！我今天就来挑战看看，好，都没有跑过，所以也不知道怎么 play。嗯啊，就先 play for fun， 好，看看哦，很多的设定，建议人数，我们先一位杀手，好，你被一位团团杀手要被抓出来，杀手团团，我们是不是？哎，传送阵模式，这不晓得什么。是它可以从 A 传到 B 是不是之类的啊？有可能吧。好，让你传送阵打开看看，让你掉进一个洞里耶，爽爽看。没问题。我知道说你被骗了，然后我就掉下来了。好，坑爹之洞，你被骗了。对啊。没关系，我们去跑跑。好，好，来，哎呦，哦，哎呦，有弓有箭矢，有补血药水啊，真关键。哎，他在后面，我们要走前。你们可以先逃，哎呦，你们有八秒钟。哎呦，又是这个，水里。哦，哎，水里游下来了。我觉得我要被弄，我要被射爆了。要去哪？应该是有一个地方。哎，二零在哪里？那你要走了，我掉下来了。有吗？有按钮吗？谢谢云月。要游泳吗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我走到这里来，按下去，你下去，你下去。哪里啊？快来！云月，你们走在那，走开！好麻烦。这样，要跑步成功。我牵制团团了，我牵制团团了。好啦，你牵制我。要么用跑酷，要么用游泳的。游泳超慢。小鱼感谢墨雪。那团团，你有什么传送吗？我没有，现在没有。有可能才一开始，一开始没有了。他感觉那是后续才有的。哦，对啊，所以你一开始就可以先在家里发呆啊，反正你有传送的嘛。对啊，对啊，然后跑上去了，团团跑上去了。对啊，我没有打算要离隐月啦。对啊，就在上面。那里，咦，你打开了这个，关起来了。一边要关起来，怎么过去？你应该还有另一条路，不是你们。走另一条路不知道。我不要，轮流走。啊，走的。所以刚刚走这条路是你们人会走的路吗？不知道，我有这个鬼路。因为慢了的话，可能就只能走远路。走开！哦，挑战这里。羊羊，它是冰块。哎呦呦！我跑出来的叫声。加油！下来。真的。哎，你往回走。太可怕了！往这里是什么地方啊？这个吗？啊，我们这里要去哪？我按了，这里，我这里。没有路啊，这边啊，小水只能走这里。这里是哪里呀？这要怎么过去？你怎么要离他们很远的？我搞不太懂这里是哪里，你知道吗？有点乱呢。说实在，我也不知道自己跑失败吗？我刚刚是为什么？哎嗨，小雨，你没有走捷径，为什么你会在这里呀，小雨？我刚刚没有走过来。哦，太棒了！啊，走这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耍废慢慢走，哎，慢走。耍废慢慢走，繁星，繁星，不是这条路是有两条路，是不是啊？你不是要看你的传送？哎，杰克，这里啊，这里啊。可是我到现在都没看到传送的地方啊。完了，完了，
完了，我们都慢了，我们这里分岔路应该是。来了，我自动是回走路了，不用怕，团找到自己上去的路，要先走进去啊！我找不到上去的路，绿色的都要先走。你加油，团团加油！哪里走啊？不会走啊？那个前面左转再右转，然后绕一圈，绕一圈，然后中孝东路走九遍。这是哪里？我刚拿到一个第一区什么房间的传送证，我就传过来了。第一区房间传送证，你是传到原本的地方？白痴，我传回来，他回到一开始的地方了。有可能酱油还在第一区，你去找他。对啊，你去找他，他躲起来了。酱油还在第一区，用完之后他会再给你第二区或第三区。酱油，你怎么能在这里呀？失落的酱油。可能他还会再给你第二区或第三区的传送吗？我不知道，目前没，身上没有。目前没有，因为我们现在是在第三区。对啊，他那个真的是傻眼。大侠，请重新再来过吧。真的是这样哎。大家快点来啊！有有有，酱油呢？我在后面，我在后面。酱油应该在后面。啊，感觉这个门应该也来不及了。我们要走红色的，走红色的。哦，其他玩家，好酷哦！请走出去。哦，这个门怎样？我到底要怎么追上你们？真的？哎，真的真的。往前走。酱油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酱油。你多在这边，我看得到啦。我要走上去啊！等一下，我弹不上去。他旁边有楼梯，他旁边有楼梯，楼梯是慢的。哦，也是快的。哈哈哈，熊猫哈哈。笑。好啦好啦，不要不要砍我，拜托。我怎么弹不上去？哈哈哈哈哈。万一你弹不上去，就走慢了。我只能走那个梯。爬楼梯，爬楼梯，慢慢来。不要把我埋在后面哦。哈哈哈哈哈。看到的，哎呦，这个好轻松啊！在哪里啊？往下往哪边走啊？你们怎么会在这个位置？哭了，哭了。没有没有，我是要让你们看地图啊，用心良苦。用心良苦，用心良苦，用心重新跑啊！用心良苦啊！你看这里有妈妈，刚刚动物园的妈妈，哎，我在这，哎，他是不是流眼泪啊？要怎么走啊？去哪里啊？感觉有像哦。不哭不哭。九秒九秒。珍珠。越哭越像猪。越哭越像猪。哎。下一步下一步了，第五区了。这总共有几区啊？这里要往下走吗 ？OK。水池往下走，好慢的。哎，这个路痴无法生存。我们应该有其他条路可以走吧？是啊，我走来这里，然后嘞。路要走哪里？哦，这里啊，旁边好像是岔路，因为它应该都是设计好几条路。因为这什么？这个花是凋零花哎，哦是凋零花。因为你要出去吧？这里感觉走很慢，凋零的走。你们要出去了？我们还没，我们还要很久，大概在一找路啊。慢慢来。怎么？往前往前往前，这里是跑步区，这里是跑步区。哦，对对对，再往前走。跑跑跑，不用跑的，不用跑的。啊，走水应该是最方便的啦。过不去啊！你要跑，你要跑，你要跑，你会摔死，你会摔死。我怎么摔死？摔死掉了。不是啊，第五区就是这样啊，凋零慢慢的，会死慢慢的。那我要去哪？太快了。哦，这里哦。有了。哎，没有人呢？原来是这里哦。快走了哎。你们在哪里？啊，这边往前，再往前。我们在第五区了，你在哪里？我在有很多颜色羊毛的地方。好像远方哦，他已经走到那个。对对对。因为他就在你后面，你小心哦。哎呦哎呦。所以我要干嘛？打一个。往上走啊！要去打中介龙啊！好像远方，是是是。我这个是失智老人啊，现在。超级迷路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你不要来啊！我们下一边了。我失智了。好像一个通道，一定要先走啊！好可爱，你愿意居然走这里哦？你愿意走凋零花那边吗？很危险，会死的，会被凋，那边会死哦。隐约想要承受一点伤害，好，可以可以往前。不要，前面有水池可以走。不要，你们加油！你要被埋到后面冻成小黄瓜了，你要被埋到第六区。什么？你要变小黄瓜了，白痴！快跑！小黄瓜的喜事哦。小黄瓜的愿望又是什么东西？小黄瓜的愿望，立刻哎，这里是我有三条路可以过来。对对对对，他可以换路，然后杀过来。这也太难，团团也太快了吧！小黄瓜，我脑很快。
干嘛啦？那么大影院，没关系，先死应该会是影院。我们后花园很多人啊，你不孤单啊？我想活下去啊！影院有影院，后花园人很多啊！哎、欸，那个跟下一个杀手讲那个啦，我到后来才发现，原来是红框框起来是给杀手走，我现在才发现。哦，是啊，一直都是啊，对啊，我前面没有意识到。它绿色的话，就是你要在点内才可以走到，那、你就算是幸存者比较慢的，跟杀手都是一定是走到的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哦，了解了解。小团瓜，那你的传送阵呢？传送阵就是他会给你，然后就是第一区、第二区、第三区这样。然后呢，你按右键，它就会用，就会自动传过去啊，有可能会传到之前的地方这样。哦，他刚刚就传到之前的地方。对，我刚刚就传回第一区，我刚刚已经在第二区了。直接飞回去，真的很好笑。第一场小试身手，小试身手而已。没错没错，真是要来了，这样子好，养个鬼哦，好，这样不要，酱油样样。哎、欸，我们两个当鬼，我们可以直接站在原地给你们跑哦，我们就不要动。不要这么早就放弃了，没有那么夸张。打入手机，好像一个五哎、欸，是分数吗？打五个人吧。哦，重置了，重置了，还是五哎、欸，还是五，就代表你手下手上有五个鲜血，没错。五条人命，五条小黄瓜的养分，五条小黄瓜哎、欸！你们都在波波后院里，没有，就是刚刚看两个杀手哦。那我们箭矢数量调多看看哦。好，加油跟来哥俩，我尽量，我尽量，交给你了。我们其实是算少，五十根看看。好、好的，变刺猬啦，够吧？加油！咦、哪里啊？哪里啊？好起来！你们有那个传送可以使用啊，尽管用，尽管用。哎、欸，对，那个传到第一区，第一区出来赶快用一用啊！哎、欸，好远哦！跑！哎、欸，其实你三区跑回第一区的话会有奖励啊，它是一个回圈诶、欸，最后一波吧。走上去有什么？走这、要下去，快，这是要跑是不是？来，给你先跑比较快，对，跑酷比较快。啊，两个一起掉下，这个真的很难，这会推挤哈。啊，对，会推挤，好像不太会，可是就会看盖住视野，所以哎呦，按那么快，繁星走那边好酷哦。他们来，他们来了，快杰克，鹿手进来了，射他，坏人。杰克又没有在、欸，你们怎么都掉下去啦？我来了，右边，小雨，还有机会，小雨有机会，小雨加油啊！啊，没办法了，哇，看来见识是不够啦。哎、欸，我们是帮你们拖延时间。我、没有好吧、大家要在这个绿色里面哦。好，杰克，这边，在这边，杰克过来，走开，去打四门楼，这样也可以，小雨，我们你要等没有？旁边有楼梯可以安全的。小团有没有记得这边？最后一个！再失败下去就讲，上来了。哪里啊？这边。他都有安全的跟快速的走，你这边太走开。啊！我知错了。哎呦，你知错了，鬼来了！我要翻零零快逃啊！认真吗？你走，真心觉得鬼一个就够。我点了，哎呦，你这鬼很强势啊，很强。快逃啊！我们可以。你后面有两个变态。小黑可以跳下去！你不会玩游戏啊，弟弟！二零，你要死，你那边上不来了，真上不来了。二零，你被洋洋煮了呢！你参与做，你参与地图应该知道这边，嗯。他不知道啊，他只盖三个方块啊。他只有三个方块。他只出了指令方块啊！完了，杰克挂名了，来了，我们这里要到这绿色里面哦。团团，是杰克要过来了。团团，这里很远很远。
哦，二零在那边哦。对，是这里。二零，等下门关外面的。OK OK OK。那边哦，找到。哎呀呀呀呀！这区域这比较难打一点。是有参与的。这要怎么过去？这样跳。哎，啊，我也掉下来。啊！啊！走路。哎呦！哦，走上面，走上面，轻松，就是稳定一点。要按到按到按到这里。所以我们。怎么守啊？手这边吧，手桥这里吧，手桥手桥手桥，就手桥有点。哎，它这个下面其实后跟直接往可以慢慢的，说实在还蛮快就可以到的，快啊！而且地主你来了，二零二零慢慢来 ，OK OK OK。哎，哎呦，我要重跑，好厉害哦！你到底在哪里啊？你过去了吗？看来我们可以直接等哦。走，你上来啊！会，人类都会有推挤，所以要小心。而且我一直卡到树吧。我的妈呀！哎，鬼的衣服是什么效果？你们慢慢等传送阵啊！我们的传送阵，你们身上应该有个什么第一区嘛？第一区好像有人诶，要不要去一下？对啊，还有人，还有人，第一区那个繁星在第一区等你们。对，他在第一区等你们。繁星死了，早就变成小黄瓜了。他呛你，他呛你，他冤魂还在啦，他变成小黄瓜了啦。啊，他不要玩游戏。走走走走走，我不会用。你走右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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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用 S。